以前我从这个国家的书上读到过一句话，西柴火暖蛮毡暖，我与狸猫不出门。我看这只猫是把我当作它的蛮毡昨晚我入睡时他还没有出现，我想他大概是半夜从没关的窗户跳下来的。我想答案已经出现了。看来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泡芙，泡芙又跑出去了。是的，不仅跑到我家，甚至还在我床上睡了一觉。哎呀，抱歉抱歉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我叫高宇阳，是名眼科医生，前两天接到需要去外省进行医疗支援的任务。我想着最多过一周我就回来了，所以我就没有额外联系宠物托管机构，只是在家给泡芙准备好了水和食物。那泡芙为什么会啊？可能我走得太急，所以忘了检查门窗有没有锁死。泡芙这小东西真是调皮，它很聪明，会开窗，之前也跑出去过一次，不过只在前院转了两圈就回家了。啊，我这边比较忙，近期可能都没办法回来，如果方便的话，你们可以帮我喂养泡芙一段时间吗？我担心把泡芙送回家再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下次就不一定能遇见你们这样的好心人了。当然我会支付相应的费用，请两位。在你回来之前，我们会帮你照顾好泡芙。啊，谢谢你们。啊，对了，泡芙不太怕人，只是对睡觉的地方十分挑剔。我想他应该十分喜欢你的床，所以才会潜入你的卧室。真是不好意思。
只不过是分一小块地方给泡芙休息，算不上什么。这段时间就麻烦你们了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联系。随时联系。别着急，毕竟猫这种动物并未完全被人类驯化，而是保留着独立的天性。要想和它亲近，我们也需要付出相应的时间。考虑得很周全，不过猫罐头的口味还是需要先问一下高医生。大概这段时间，我都不得不和泡芙同床而眠了。